真好啊！感谢姚芳，唱歌学我你志愿的一名。当时保养你的厝内，下昏时保养你的信息，就让姚芳最欢喜。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，予你上。圣诗第67首，我心学我上帝。我心仰望上帝，自然永远的父，天地万面三甲应声，俄罗伊大出名，秋来有山林水泉，长江大海高山，永远不离大，欢迎天根真爱同意交谈，今天哩咱做来。用大水把我交伊流去，
亲像草，早起时五千。因为阮自己的受气就消灭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。阮的日子拢经过你的大受气。阮一生的年纪是七十岁。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老劳苦忧愁。求你驾驶阮，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？然后我，你到一时呢，求你倒转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予我满足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心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。愿你所做对你的路报显现。愿主阮的上帝美妙降伫阮的顶面。弟兄。
你是创造世界宇宙的主宰，阮敬拜你，阮尊重你，因为你手术每一个福气甲稳定在阮每一个人身上，我来享受其中的奥妙甲滋味，阮就爱开声来回应你，来对你投入感谢。但是你也知，阮今仔日世间人，阮也有软弱所在。正如保罗讲的，迄该当爱做的，阮无去做；就去做，阮无该爱做的。在这时，阮也毋知影无悔改。但是你享受阮一个悔改心，正心充满伫阮的内底，时常反省，时常悔改，来求问你来行你的路。我们一世人，互你最重要来行未来要行的路，特别是伫国外界进前，蛮搁较爱思考。你伫天呢？提派的这圣殿主耶稣来到阮中间，予世间人知影真正福音是倒位。但是，阮世间人无领情，阮祝个个圣殿个爱主来应是一个来走。第三个国外的意义是跟我们讲，这是生命转变，这是悔改得到的，这也是最后得到最深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一定要孝念你，特别是出生到国外这样的转变的意义在哪里？今天是你设立的安息日，让我们大家的心向前，向着你，无去哪里，直接来到你的殿堂。我知影这是无简单，因为过去的日子，你都予阮食到甜蜜的气味，我都知影安怎来照顾你。礼拜日来到殿堂，来大家分享，大家享受你的话语。未来，阮大家的生活都有我好。但是我收到侪侪兄弟姊妹有通来到阮中间的，无论是有担当伫身边，无论是有破病大医有通出来。还是伫厝呢，伫疗养无方便来到殿堂的，特别是一阵，阮的细囝、学生，拢也出外，去到外面读书，有主你也介因伫地支持、安慰伊，互因心情搁较稳定，病痛紧紧过去，所拄着的代志。一条担当，特别是细囝，也知影好就近去超侪你。有今日，我来得到咱敬听的王牧师一届来到阮中间，我知影伊要讨办的信息，实在是爱互阮搁较正侪。你是阮的主，我是你的学生，有你。予伊所讲的，予阮听到的，平平拢得到伊个。我欲开个进前，我来恳求基督，求主用圣灵来运行伫阮的中间，让阮的开会礼拜会使得到平安顺遂。我来恳求基督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Amen.